要打 Big Man 了，好快哦！但是在打 Big Man， 我们这边要打一等的小团呢。他害卡普被捅一刀，卡普有问题哦。他可是元帅，保元帅我觉得正常啊。那 B 卷还在，因为我得找个时间把它关掉。好，一等扫眼，十分卑鄙。哦，也是有这个 BGM 的了。然后看火影哦，等等，我们再来看火影。奇怪，纳米跟那个索隆在船上了，我们竟然还可以大战 Big Man 啊！아군이당했습니다哎呀，目前一比一，上路竟然可以完成单杀、哦。你比较想看时任？如果我知道那个时任要怎么创账号的话，我们就可以玩时任了。夜曲刷去哪里了？这夜曲怎么不见了？那钢弹还会出现吗？等他有钢弹出现的时候，当然就会出现了。我觉得他们辅助小丑，我只能说三步时就会跑出来啊，这种东西。啊、早一点脚闪的话，血量会掉比较少。对面也没闪了，灌烂。那回家鞋子一穿，他应该是不用打了。哎！怎么这个普攻有点问题啊？没事，回家买装备。考虑一下这里要不要买鞋子。感觉好像直冲鱼叉更实在一点。这个辅助给射穿好了。明天哦，明天我建议大家自己找个公园睡啊。우리민족은세자매의전설에얽매여있었어谢谢 SY， 感谢三个月。啊，填那么多，总有个地方可以睡的吧？哎呀，看一下目前二比二，打野已经多刷十五刀了，多刷四摊哦，这么狠哦！什么事都没发生，打野可以多刷四摊哦。对面还有 gank。我不知道雨林会不会下雨，好像要带雨伞。那该不会还是应该不可能放在户外吧？在体育馆那应该是还好。check 一下。哦，又拿这个桶，就是他很喜欢拿这个桶来捅小丑盒子，哎，哭啊，那个就
这个就捅不掉。努力은인정해주지云林的体育馆会漏水，乱讲。云林的体育馆理论上也没有大秘宝。可以开通，开通。连谁进你都不知道，他基本上零宣传了、啊、这个活动。就只有 LO 圈的人会自己知道而已。要带避雷针哦，不用那么麻烦吧。我最近的打雷真的是打得有点大。比赛的 Twitch 台有28个追随，这个已经在他办第二年了。然后去年有多少人看？漂亮，直接收割，无情。夜曲可能要飞下来了，感觉得溜。你七星刀79个月，好，直接买鞋子好了。跑快一点。얼음불사조 NVR 을찬양하는이유변화의시작을느끼게하시고안전하게여행有比赛台哦，肯定有啊，都办两年了，怎么可能没有比赛台？虽然去年我也没看呢、啊，去年不知道谁是冠军了。哎呦，这恐惧，完喽，小丑，还好没死。거산의화력4-2，我觉得下路需要呼叫一点资源了。夜曲就在下路。漂亮，目标不是我。阿古尼汤也死。那去年有一个人睡过头，那也没办法。嘉文要来盖下路咯。觉得这里看起来随便越的、欸，但是可以把努努也叫过来就好了。哎，对，他在打我，很痛，很痛，很痛，痛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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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很多人，小丑猴子。哦，石头闪撞，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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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全都来了，我回头没闪了。努努怎么还敢上的、啊？那努努变尸体啦！哎、欸，努努还秒 S 哎、欸！
啊，野区还有大哭啊！哎、欸，小丑飞太近了，完蛋，要被恐了。这个人头不管给到谁都是相当的不好哦。欧拉夫倒是赚烂啦，欧拉夫赚了三层塔皮。嗯，夜曲没大了，我们又可以推下路了。我们这边是拿四层塔皮，掉四个人头。好，第二次动龙。阿古尼汤也死了。这第二条龙拿下，那就很稳了。제압되었습니다오라부가들어간칸네안정된활시위가평화를향해지름길이노력은인정해주지민종숨어보시지주지민종하던파이开撞！咚！完了，嘉文，哎、欸，能走？被打起来真是不好说。再逼个闪，漂亮！这么多的盒子。永杰跟尼尔合作，都合作多久了？我的还有跟鬼灭合作。我弄一只这个五条炼狱大哥，好啊，又是夜曲。没事，吃预示者，我这条命给了。大科操作的吗？感觉要辅助换辅助嘞。好，不止哦，夜曲高几率也会死。嗯，应该死了。我们中塔应该也是断掉了。云，你有这一群吗？有啊，在云林啊。我们就站在云林啊。大家云林见。把这个中线给整一下，啊，明天想来的都可以来哦。为什么石头人可以用拳头敲掉小丑的盒子啊？情况啊，果然又是我。没事，欧拉夫还活着。基本上我也是已经把对面打残了。我们那个没有逻辑的英雄要来了。也不用特别保我啊，反正他飞我，他队友就得死光了。要逻辑，有肌肉；要伤害，有斧头。哎，下一波我有鬼步，有机会拉扯他的、哦。
啊，夜曲就扛这个站桩 AD 哦，很麻烦。 夜曲其实在比赛还蛮强的，像 T1 他们每一场都会按夜曲。这个角色如果中路是站桩法师，下路没有位移，那他有点无敌。他有一波跟妮可的 combo， 两个先一起变夜曲，然后开大。 一起开大，非常厉害。我们下周三连胜，可以的吧？下周我们稳的三连胜，4-2，4-2出现小组赛，然后最后再冠亚教训云神。对面这个位置都在送。 哎，这是关灯，找不到我。没有，他找到我了。把他弹开。<笑>找到我了，但杀不死我。海豹杀手11个月，不知道原本打前面那个打得好好的，还要突然过来打我。 这家伙干啥呢？直接给他一个导弹。刚手速超快，直接丢。 我三项，说不定能团战，真的跑得掉。比赛能有这个速度吗？比赛理论上有这个速度的，但我的艾希目前是被100%的ban掉。手。 每队不知道什么状况，手 ban 艾希没看懂。我其实比赛也没拿几场艾希啊。泣かないで私の恋心。 又开战了，我躲一下。哎，对，他找到我了。怎么可能啊？为什么他会找到我啊？他只飞我是蛮正常的。 但刚应该没有视野，让他可以看到我。我站得还蛮远的。哦，他有蓝眼哦，那他很卑鄙。我觉得他们这打架好像……欧拉夫要开始了吗？完了，欧拉夫也倒下了。 嘉文最好是赶紧逃跑。嘿，对，又来了，放火！漂亮，小丑。nice。 有面具的小丑很厉害的
二打四是正常吗？或者说操作拉满？私の恋心。这努努怎么可以空大的、啊？他是一个全坦努努、欸、就没有人会理他、欸。我已经躲好了。好、哦，哎呦，这个躲。然后这个位置，哎呦，我这个冰剑，我要再躲一下，我是不会出现的。我要躲到八龙的最里面。有种就飞进来啊！这边还要 TP 啊，哼，送头，相当愚蠢。也许看不到我，也许死定了。追啊！一定要给他死啊！今天这个夜曲必须死在这里，完美，夜曲倒了。啊！鬼不开启。他死不怕大，那也没办法。其实他们团也打不赢的啦。我感觉以刚刚那个装备，他跟我单挑，我真的不一定会死。小丑玩得不错，住在云林吗？是礼拜六晚上回家了，要到礼拜天的晚上才会回来啊。鹰眼能换索隆吗？那索隆好像没什么用哎、欸。索隆连砍杂兵都有点问题了。其实鹰眼一直以来好像也都啥事没做，出来摆摆 pose 就溜了，然后自己住在那个小破房。海瓜看报纸，喝红酒，再养一个佩罗娜。哎，露露干啥呢？啊，闪现呢？好啊，这样我也要死了。啊！我也倒啦，活不下来啦！可恶，这露露在卖呀、啊！这一把应该出艾莉那一套的，透个阵不太好 A。露露要那样打下路，确实会炸掉，那没办法。
我们现在等待着 gank， 入来是脚双招死掉的，很惨。打 B 有机会吗？应该不难吗？나에게중요한가치는차고쌓여가는돈돈만받으면그만인가至少最近他们还有打六都，可以参考一下。啊，他们怎么今天没打六都？六都不是每天打的。哎，小丑来了啊！露露又在排很奇怪位置的眼，还拼自己问号，哭啊！这里感觉没得选呢，回去补个多，补个萃取好了。내가올려다보는건하늘뿐적을처치했습니다哇，单杀！我剑魔单杀了，这把好像上路稳了。四强就波万而已，所以我不知道到底四强里面有谁。另外两组是谁啊？除了 RB 他们，啊，那个比赛连那个名单都没有的，没有要做任何的宣传。有军夏哥哦，军夏哥也是活到了最后。完了，萨克的 gank 成功率非常的高。好啊，这个伊泽瑞尔还故意 QY 哭啊，就应该挡了一发闪电的。奖金哦，第一名可是有80000的哦。总奖金应该有个200000左右。啊，下路对线真的好痛苦啊！不行了，会被 Q 到不行了。冲下来啊！得被晕住。外表看似送头，实际上还要加送一个露露。这边那个应该也没啥办法，他们手真的太长了，不是钩子打不了啊！完了，露露直接被 Q 死了。对面我只能说这个四 poke， 然后再加上一个小丑，我们有点难进攻。其实那个时候我也看不出来是谁辅助了、啊。
拉克斯或奇勒斯都有可能辅助，不过露露都蛮难打的。打到了吸血之后就会好很多了。OK， 不用有吸血了，对面的打野再次登场，多吃一只兵。饭团头比卡玛有料吗？应该是没有，这边是因为露露一等送头了，所以下路才这么难打。只要越上路，我们下路连走出去都有困难。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조심해好啊，出来又残血了。哎，对，上路还被双杀了。我把牢底做穿了。难打，十分难打。偷偷的再吃一波。这牢饭多吃一顿不亏。来自露露的跑线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效果，准备回来坐牢了。我们下路好好待着，等到这个电刀出来有点戏。1-14，来到1-14啊！教练有个资格分奖金，问丁皇啊。啊，丁皇是老板，我就是一个打手。我就是来帮他们拿个冠军。哈布拉克，这也追不到啊！漂亮，终于，终于我出狱啦！好啊，这尿尿人怎么这里有眼啊？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영무딘칼날에녹이쓴꼴이랄까아람바파이샤我应该还会有一滴。我从推进成 level 6跑到 level 5，我们基本上跟出狱没两样了。我们这边跟随着嘉文四世，他就是八旗，带我们出城。全看你了，嘉文四世。
完全不敢走出去，小丑跳出来就死人了。啊，杰西也无敌了。哦，露露敢去点他，很派哦，这个露露。对，他们终于抓到人了，还是不知道小丑在哪。看到小丑了。挖人很痒，怎么可能？直接秒杀哎、欸！你看我刮这个的速度，超快。高速乱刮。会战，我们在等一手剑魔，我们双加速，然后剑魔砍上去，蛮能打的，稳住。队友放弃逃狱了，千万不能放弃啊！我们一定有机会的、啊，我们可是有一条御侍者，还有一条龙哎。哎，对，炮车怎么没钱？阿古尼潘也死了。感觉阿托斯那一条路已经没救了。然后阿托斯又要一直走出去。最近想跟三个朋友玩好玩游戏，有什么推荐的？最近哦。B4B 还不错啊，啊，不然永劫无间也不错啊，现在免费了、欸、总结三个人啊，你们可以两个两个打，二打二啊。那你们一个人一个人再叫一个陪玩嘛，这样就可以凑三打三了。尿尿人怎么可以这么痛？改版之后他就是这么痛的。问就是改版。当设计师开始有一些很酷的想法的时候，那个角色就会痛。啊，哭啊，被刮到了。他、啊、这个要死了。这主要完全没得打。火场被破坏掉了。把他击倒了。火场被破坏掉了。好，消了一下对面的血。후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对面的顺风破格阵有点玩得太爽了。후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零开战，哎，对，我中弹了。
瑞尔，没跳没闪，要不要把他关起来？啊，你怎么关那个？Captain， Captain 也倒啦！我对面这个玩 ARM 感觉很爽。 露露玩的不错，感觉要不是他送头，对面也不会这么爽。哎，继续换我们的礼包马了啦！怎么从伟大航道回来的？ 他怎么从新世界回来的？사냥하기 딱 좋은 날이야. 露露加大嘴，好久没看到的组合。 这有正版兽吗？那肯定有啊。 这里不抢一波二，出够漂亮！机器人的拳头是怎样啊？坏掉了是不是？为什么点加速？凶蛤蟆，凶蛤蟆，快跑，快跑，快跑！ 嘿，对，机器人抢二，然后点加速。不管了，我要赖线了。我看他的钩子了，他这边海闪。OK， 要死了。 好了，跟他换的了，换点垫子，换到了，不亏。机器人点错招啦，还是他一等点加速？不可能吧，一等点加速，两等点勾。 还好下路可以拉一下兵线，这边推不完。变化하는 세상 속에서 우린 스스로의 방향을 결정해야해.好啊，机器人回家了。 아군이 빼려게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 하나, 더블 킬요. 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 공포에 떨어라. 兵线有一点点差，但走出来。 机器人有钩，有拳头，还有点蓝，能杀了。现在，那小丑死了，保底输出哦。哎，为什么要从正面？好啊，刚绕那么好的位置，竟然还走回正面。 对啦，你要挤，저도처치했습니다。
机器人开始发力了，保一手吗？靠塞！ 외부의 적은 내가 처치할 수 있다지만 내면의 적은 스스로가 감당할 수밖에. 看一下狗狗，狗狗打你好像过得蛮好的。 哇！狗冲过去会被安妮的反盾给烫掉，狗打得过熊吗？好，盘身起跳，漂亮，他们中路全灭了。阿古尼，당했습니다。 와, 超级 double! 학생 중입니다. 露露还脚闪都给我助攻。 난 더 강해져서 돌아왔다. 这里下路吃两层，回家电刀，游戏差不多要结束了。 电刀了，漂亮！七分半电刀，无敌这一把。七分半电刀完全无敌了啦！哦，这把乱杀了。 난 살아 돌아올 수 없던 자들을 위해 여기 왔다. 吃到不干净的东西乱讲。我今天吃咖喱，今天吃了一份非常好吃的咖喱猪排。 괴물을 상대하게 해주지. OK， 乱攻。 Q 7秒，我感觉随便勾一下人就带走了。好，小丑再一次分身，很漂亮。闪攻吗？对，打那个分身，这样就对了。 保底输出啦！난 광활한 공허함 속에서 자랐지. 그런 데서 돌아가고 싶지 않아. 그래서 우리 相当遗憾，他这种保底输出。哇，他这个初装还先塞两个布甲了，这什么玩法？哦，好特别的出法。 半坦克隔膜，感觉要出冰心的。
他说冰拳的。阿 Q 啊，我也很想阿 Q 啊。要是能 阿 Q， 我一定 阿 Q 啊。马云有说过，有招就不要省。 我建议那边是不要打架，我把塔皮给拿一拿。你们能打赢，那当然也是很好。算哦，这个露露，鬼子打果实。 他要是扣着那个果子，我应该是不会想飞过去的。所以我去吃我的塔。哦，他出这么惨，论平 A 我可能没有办法杀他，但我快两件了。 내 피부는 생존으로 빚어져 본능으로 연마된다. 浩哥这么凶哦，只能说是我从未见识过的出装。哎，哈哈，哎呀，你身上有两颗球球，为什么不早说啊？ 那早说我就会给他了。不早说又不早说，那就别录了，没差，我要一个人带中路了。换剑的时候已经到了，哇！吹炮，谁拿的？雷文好像拿了两。 雷文好像拿了两个呢。这个阿雄，吃不到。 机器人哦，现在也不用机器人来帮我了，我一个人在中路已经无敌了。对面基本上是已经完蛋了。哈！哈！哈！ 漂亮，全杀！这个 AD 我不知道，疯狗模式。21:13，狗原本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突然连死4次？ 살아남고자 한다면 절대로 멈춰선 안 돼. 공화도 이 사실을 알고 있다. 어. 现在9等了，15分钟已经出到这个装了。 저기 학살 중입니다. OK， 人超多，全都上面抓潘森了。
漂亮，又勾到了，又直接卖了，90秒一颗头，只能说机器人打露露就是长这样。 露露不打残土都是来坐牢的，好像没啥能救的。雷文很猛，哎，不好说，潘森也很猛。Why so silly？Why so serious？ 上帝正在处理了，两件套还没那么好处理它，三件套随便切。预示者看起来白给。 但是一定要搞上面这两个，哎，我来了啦，来帮你们啦，看他们好像搞不死。好，小丑的分身直接炸开了，漂亮，勾到了，加油！ 潘森，全砍你了！溜了溜了溜了，上帝，这个时间很强。小丑的第二个面具要出来了，然后他们就很执着要拿那个上路，没办法。 狗来了，死不了了。那个怎么看都死不了。上帝出这个惨状，想杀我？这狗狗怎么伤害啊？怎么没有伤害？哇，机器人，好个！掉毛！哎，这狗没伤害。 那机器人有大面具就好了，先把阿雄处理掉，偷袭，偷袭。 好啊！还好，两个盒子。这大嘴也死了，哈哈哈哈！啊 ，AP 小丑后期真的好强。 前面什么都出事了，小丑盒子再怎么样也不会出事了。再差也是一换三。好，出钩，没中。哇，闪下来了！处理这个阿雄。 这是什么闪现？我只能说这个闪现应该连大凯都会震惊了、啊，这个有点太硬要了。
干啥干啥，大哥，还想要这个钱呢、哦？好了，钱给你拿，我要红 bug。 来了，大战上帝！漂亮！对面死三个，应该是可以吃八了。 哎，你巴迪，帮我扛一下巴龙。啊！不幸战死在巴龙啦，吸不起来呀、啊。 插一个 Q 就可以把巴龙干掉了。又点全能吸血，我会吸血。哎，小丑被抓包了。 好像有一点点危险呢。哎，上帝来了！啊，不要，上帝！没闪，雷文没闪。 我被他下点蓝了，不然我有机会可以救他去那个草丛的。 上帝没闪没点蓝，下一波好打，我打回来吗？哎，反弹后面的，横滨，巨锤，丢了勾快好了，先一锤出钩，效果不是很明显，但狗狗来了。 狗狗呢？伤害也不是说很猛。只能说这个狗狗再这样下去是相当的不妙。为什么刚刚这个盒子没有？ 恐惧他、啊、，OK， 盒子在演。除了我跟萨克之外，其实大家都没什么伤害的。我跟萨克得好好的活着。 先拿个水龙魂呐、啊，让我回魔快一点。勾上帝过来，打他一套。龙可能是有机会拿。
哦，没打到他。队友。啊！我竟然 A 输他了，丢他！ 蜘蛛是不是？应该是那里有个蜘蛛。可惜差点丢到，我只能说他差点丢到。把我搞个惊人好了。如果那里有个蜘蛛，他还那样费血可，也蛮硬的。 完了！小丑又被蜘蛛蹲到了。啊，蹲到他超多次的。不过，我中。 狗狗要搞分推啊！嗯，上帝这里真的很猛。 应该说狗狗真的没什么用处，对面的狗狗很有用，这边也没在吃，这狗怎么三件套了还不痛的？ 可以讲个巴龙哎！没想到你还没绑到我。哎，对，Tibo，Tibo也死了。好啊，聊天室又在跟我聊天。 有没有发现这个 Tibo 走过来了？哎，狗开始有用嘞！哇哦！来了，上帝一打五吗？不可能吧？也可以换鞋子了。他打的是辅助，不知道辅助就跟 AD 差不多坦度哦。 他打辅助会痛，打这个 C位就会痛。你在想这个凯撒为什么不会动？被聊天室吸吸住了。 杀到大嘴。
哦，单杀你了！好了，开始猛了。啊，刚刚其实好像应该压双 W 再去杀那条狗。太挤了，想说我在上路看到安妮这边应该莫狼。去思密达。哦，这一下是真的痛。爽虐局，狗狗赞啦！这么大的顺风。我们也可以打这么久，斩杀1200，凯莎就很卑鄙啊！我只能说凯莎就很卑鄙啊！噔噔噔。喵咪。黄猿哦，黄猿最近那个卧底的身份终于是被揭晓，难怪他之前都不打。海贼王终于要来到大秘宝了，太明显了啦，之前就有藏伏笔了，自己不看。蒙奇迪波尔萨利诺，我相信眼尖的读者早就已经猜出来了。其实我也有一阵子没有看海贼王了。最后一次看应该是大河上城那边吧，1000不知道20几花。这个和之国真的是拖很久。再去把剩下的给补一补好了，现在应该是差不多扁完凯多要出航了吧。帮扛帮扛，蜗牛看我腰力。感觉打野不知道耶，好像会来耶，好危险哦，这里还没点盾牌。好，在这了。乔巴要开樱花哦，快开了啊，樱花树一定会开的。
你起人，赶快回来！出宝！哎，不死，好奇怪，刚刚那样会A不死那个。太除品也就少一点攻击力啊！我想说 S 旁边的，然后再帮上面刮一下。 我功成身退，深藏功与名，回家买大装。我让 Q 刮两个，超痛。如果闪下去的时候，有点掉血太快了，应该找点开盾的。 골치 아픈 얼마까지 알아보셨나? 我刚用 Q 哦，我 Q 一下可是112 D 的哦，来回刮两下，对面还是挺痛的。怎么挖哥啦？ 是什么蛙哥啦？这是什么蛙哥啦？怎么有这么有素质的女孩子啊？ 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 大家现在5:1，单路优势，哎，非常爽的一把。 突然下雨了，等等还会打雷呢。哎，被偷了啊！被跑了。 暴雷！谁来暴雷了啦？感觉他可以自己追死吧，加油！ 这什么啊？海贼王的新主题曲啊！这首这么好听哦！可以，已加入歌单。 我身为10年海贼粉，限你加入歌单，这首叫什么？这里我决定还是放他最好听的那一首《梦开始的地方》。找一下的主题曲。 人家歌单的歌有点多。这一首就是。 海贼粉们最喜欢的一首。
哇，好爽！还刮到他两下。艾斯死了，在那边乱讲。艾斯怎么会死？ 여몽은 대복합니다.把那句话给我收回去。机器人来赛个勾吧。黑日月骚。啊，果实觉醒能力，不死鸟。 那是啥鬼？那个是防被机器人勾走。照阿刚那样搞，一定不会被机器人勾走。就像现在这样，这个其实蛮强的，高手过招。好，回家。 CP9还是蛮帅的，不然CP9现在还是很帅啊，还换了一套白衣服哎。换这个白色的西装帅多了，还有他们最强的能力铁块。 哎，果实觉醒，他们可是有穿，可以穿越时空的果实，非常强。用铁块至少不会被打死，不用都被打死了，好不好？铁块就是。 没办法的时候，就是得开嘛，不然会死。这是啥？里奥，里奥又有新歌了。这个小龙争夺战十分激烈。 完蛋！太激烈了，我也死了，哭啊！对啊，哎，要是艾斯有学铁块，肚子就不会变那样。你看有学铁块的都只是倒下来而已，至少不会肚子一个洞。这好像得拿回去了。好，睡哦，再逼个闪，上面治疗。 回来报仇了，是报仇还是送头？又送了。他在保护艾克。 说为了不让艾克变成甜甜圈哦，自身化作甜甜圈。阿杰，你的通知花好像算 VP 前三，毕竟只找到三个人有翻唱。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 아야. 학살 중입니다. 나가나이데 와타시노 코이 코코로. 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 포탑을 파괴했습니다.
这首真的好听，爱豆路走起来。 哎，爱豆路已经有3亿次的观看次数了，好猛啊！4个月3亿次，竟然是唱这一首，把爱生回来，复活吧，我的爱！30亿哦。 就是连那一些什么零灯泡都没有31了。赞啦！虽然副歌还没到，他的歌很难唱，我也感觉他的歌很难唱。 好，沙皇，挥舞个鳄鱼游过来喽，鳄鱼上西天喽。我只能说螳螂已经偷偷的飞起来了，我们最好会这样针对一下。 哦，非常舒服，非常舒服啊！15分钟，15分钟，对面已经只剩下2座二塔了。哦，铁块的第一位使用者，铁块人，门门果实。 포탑이 파괴되었습니다. 에이, 对, 没看到铁块哭啊. 모든 목숨엔 가격표가 붙습니다. 每一个走位看起来都很像在送头哎！林肯帕，哇，没看到铁块，哎，这边开铁块了，倒了。 我这里准备越步支援上路了，那也不用支援上路了，要不然先看一下中路。哎呦，好像要支援呢。这个家伙可以1打2啊！那可怜，支援不了。乖乖的刷装。 先掏出我的2件套。这把好像用嗜血者比较实在一点哦。这边也没坦。 161了，161过得可惨了。哎，他想偷我红霸鳄鱼，演着就演，他还假装回头，他还假装不小心，那脸我都看出来，就想偷。
我觉得他拿的那个红霸应该就是拿上去送给伊罗伊了。好，我们来拆塔，他去处理这个凯撒，凯撒没闪的。 你们怎么都先走啦？我要上车啊！自己在 TP 上路，你完蛋了，螳螂！应该找得到吧？布下天罗地网，看他怎么走。Nice， 1000块到手，还刚好在巴龙出的时候，血烂了。 状态略显不好，干啥？救人啊！不对，救鱼啊！红鱼要是死了，大家都要叼喽。切，怎么抖一抖停下来啊？哦，鳄鱼闪现，哇！一波啦！ 红鳄鱼闪晕太神啦！打得好啊，红鱼！还可以一把，哎，你干嘛差不多啊？吃点东西，准备去团练。 明天我在想要几点去云顶哎，对，那个地方鸟不拉屎的，好像越晚去越好哎。这一句话我只能说出自云林县的丁义本人。 他说：“那个地方连麦当劳、连网咖都不会有，也没有肯德基，也没有 Seven Eleven， 好像有八方云集，这是什么哥啦？” 哇哦，好大哦！赞啊，双人床，没错，双人床是把两张单人床并在一起。